这是一款双电机沙袋宽度10公分的打磨机抛光机啊，客户专门定做的一款啊，我给大家介�绍一下啊。这款咱们采用的是3毫米不锈钢白钢作为它的机体，采用的是同步联合同步带啊传输，增加了它的扭力和输出力。这款打磨机抛光机双电机都是纯铜的，主电机为400瓦纯铜电机啊，副电机为895每分钟9000转的纯铜电机啊。这两个电机都可以正反转啊，两个开关控制，这个开关是控制副电机的，这一个是主电机啊。咱们下面可以看一下啊，两个电机都可以无极跳动啊，可以无极跳动啊。来，咱们打磨一下啊，这个速度不是最快啊，然后这样，这是副电机，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主电机啊，这是主电机，正反转，无极跳速。来，咱们来测试一下。动力都是非常的大的啊，副电机可以安放这种砂纸吸盘，也可以安放这个夹头抛光轮啊，都是可以的，好吧，你想安放什么就可以安放什么啊。